管理更好才能接近最好。大家好，我是曾正峰，欢迎再次进入管理的世界。在我们今天跟各位分享的内容里面呢，要来跟各位提到的一件事情，就是各位平常打开眼睛就会做的事情，就是决定，你要怎么来做决策。所以呢，我们要来说明的是决策的模式。那当然在说明之前呢，我们之前在前面的讲师里面有跟各位提到，其实呢 TED 的演讲它有一个很有趣的概念，它告诉我们一个人的专注程度可能就是15分钟到20分钟之间。所以它有很多的找一些专家学者有提供的一些演讲都大概聚焦在15到20分钟。其中呢我还蛮喜欢的，就是他有提到一只小猴子，理性的决策者跟一个顽皮的小猴子。那请问当各位在做决定的时候，我们想象各位是无敌铁金刚，那你在你的大脑里面呢有一个驾驶舱，那驾驶舱这个时候呢掌舵者里面呢有主驾驶跟副驾驶，主驾驶是理性的决策者，很多东西都会客观理性的 做判断，那会做出快很准的事情。那另外一个呢就是顽皮的小猴子，那顽皮的小猴子呢他这辈子要追求的就是 easy and fun， 你又容易的又好玩的。那多数人像我呢，很多时候都会顽皮的小猴子，他在驾驶着，那驾驶着他把驾驶调整过去呢，那但是很多时候他会遇到了一个现象，当他玩到了一定的程度之后，他不怕理性的决策者，但是他怕一种动物叫怪兽。那怪兽出现之后，小猴子就会害怕回到深山里面了。那这个时候呢，理性的决策者就会在掌握住他的驾驶舱就来操作。那这只野兽在哪里呢？就是期限。当你要做任何一件事情期限到了，那就会很害怕，对吧？回想一下，各位，我们都经历过暑假，都经历过寒假，我们也都经历过暑假作业跟寒假作业。请教在座各位，你之前暑假作业究竟是一放暑假就完成了，还是你把它 分散在很多不同天里面，你有很完整的步调来执行，或者是有些人可能会在返校日前一天才会彻夜苦读、彻夜赶工。我就是属于彻夜赶工的人。那所以很多时候你都会觉得说，哎，还有明天，还有明天，还有明天。但是呢，其实有些时候我们在做决策的时候就要来思考，那你的顽皮的小猴子跟理性的决策者，好，究竟谁当家？所以我们今天呢会跟各位提到了几个主要的单元的目标，包含了决策的定义跟类型，那另外呢也会来说明决策的模式，还有制定决策的一些程序，还有究竟有的时候一个人来做决策，还是我们让几个臭皮匠来开会。群体的策略，群体的策略有它的好，但是呢唯一要思考就是它可能会遇到一些问题。好，那当然我们在制定决策的过程里面也会存在了一些障碍，这个也是我们今天会跟各位来说明的。所以一般来讲，决策简单来说就是你要怎么完成选择题。有的人是会有选择障碍的，因为他觉得 A 有 A 的好， B 有 B 的好。那另外呢，第二个，有的人是会有羡慕原则的，他觉得我今天买了这件衣服，在回家的路上，在结账的一瞬间我很开心，可是回家的路上我觉得我是不是应该买另外一个颜色会比较好一点。好，那我们就是在众多的选择当中要怎么来做出一个完整的判断，它就有最佳跟最满意的不一样。好，那有的时候有的人他会靠理性来做决策，好，但是有的人呢他一切跟着感觉走，他是属于比较浪漫的人，他是用直觉来做决策。但是有的时候直觉是一个很神奇的，它就是第六感。好，那为什么叫第六感呢？因为我们身体有五种感官，就有五种感觉，第六感那个叫妈祖显灵。好，那就突然间你的直觉判断。好，那当然很多时候群体的智慧它会由群体来创造你的决策，但是容易有一种情况叫群体迷失。我们请问各位，如果你今天大家开会来做决定，你的内心明明知道你能够洞察未来，明明知道 A 方案比较好，但是问题是 A 方案可能会影响到比较多人的一些权利，请问你会不会时不时有的时候就考虑可能让大家都能够接受，但是对企业发展也许不是最好的 B 方案。好，再举个例子，如果今天像有很多的企业遇到了 COVID-19， 他觉得说大家开会决定就 让大家都能够留下来，但是你知道台风天大树都要修剪它的树木，那遇到了不景气，那这个时候有些人可能要放五星假，可是有些人他可能家里需要他这份薪水，那这个时候请问你面临到这个两难，你该怎么来做判断？
那所以呢，我们就逐步来跟各位分享一下。第一个，我们先来了解一下决策的定义跟类型。那好的决策，它是能够为企业呢提高竞争优势。什么叫竞争优势？在 A 段班远离淹水线，好，让自己浮出台面，好，让自己呢在市场上它是可以获取到比较多的利润的。那所以什么叫决策呢？决策就是我们今天有问题发生，或我们有目标需要达成，你现在有很多的方案，请问哪一个才是最好的？举例来说，你今天如果要从台北到高雄，那你可以有几个方法。很多人立刻想到，我可以用走的啊，好，那另外呢，我可以骑脚踏车啊，那另外有的人可以骑摩托车，可以开车，有的人可以搭高铁，你有很多不同的选择。但如果今天你是要从我们台北到纽约呢，那当然很多人的选择空间可能都会很多，但是这个时候请问你要选择哪一个？如果你今天觉得说要比较有效率的，怎么从台北到高雄，选择高铁是一个不错的选择。但如果你今天想要慢慢的看路边的风景，好，那你这个时候可能开车自助旅行也不错，对吧？那我们在制定决策的过程里面呢，当然就来思考我们要解决问题所有的程序究竟是什么。好，那所以呢，我们在制定决策的过程里面，我们如果把决策分为两大类，就是谁来做来当家，谁来说了算。你可以派你的大脑把眼睛闭起来深思熟虑，好，要仔细想，不能犯错。但是有些时候很多人常会做的决策呢，不是派你的大脑，而是派你的膝盖，好，用膝盖想就知道了。那什么东西膝盖想就知道了呢？就是比较规划性的，比较例行性的，过去发生很多次的，那例行性的采购，好，那这个都是你有标准的 SOP。 那这个时候你可以闭着眼睛，哪怕你是右撇子，你用左手写都会过关的，好，因为这个是已经有标准的作业流程了，像公司的进出货，或者是你支付相对的货款等等。那另外呢，有一些不是常发生的，不是例行性的，那这个时候呢，就不可以派膝盖去做决定了，这个时候要让大脑仔细来做判断，那是非例行性、非规划性的一些决策。好，那当然因为它可能过去没发生过，那这个时候呢，其实也不用太担心，因为有的时候经一事会让我们长一智，所以遇到的问题不用怕问题，面对问题，因为当解决问题，你就增加了你面对未来问题的抵抗力了。好，那所以可能管理者比较不熟悉，那不熟悉的部分怎么办？而且存在很多的不确定性，也许也有一些风险，好，风险的因素会存在，甚至有很多模棱两可的空间。我怎么知道我这么做究竟是好的？那很多东西没试过怎么知道呢？好，那接下来呢，当然我们有时候在制定决策的过程当中，我们面临到一些困境，困境可能有很多，其中最主要的一件事情，最担心错估情势。你想想看，生活当中你有没有遇到一种情况，你今天要出门，你看到外面阴天，但是呢你内心想一下可能不会下雨，结果呢很多人没带雨，没带雨伞下大雨，带了雨伞没下雨，因为他漏掉了一件事情，要不要先看一下气象局，要不要先看一下气象预报的 APP， 对吧？好，那所以如果我们可以更能明确的掌握相对的资讯的话，那这个可以协助我们做出更加的一些判断。那所以呢，资讯不安全的因素来自于三个。第一个，资讯的模糊，它可能模棱两可，好，你不知道怎么样，好，原则上怎么样，那可能其他会怎么样，那可能没有具体的指出一个方向。那另外呢，可能会存在的风险，那存在的风险呢，它是有几率的，比如说 80% 会怎么样， 20% 会怎么样。那另外第三种叫做不确定性。那什么叫不确定性？只有王牌天神知道，好，其他人通通不晓得。所以会不会发生，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，发生的几率有多少，都是不知道的。那这件事情就好玩了。有的人常认为说，我们一般来讲，我们应该希望把不确定性降到最低，但是呢，另外一件事情，我们之前在前面的讲室里面有问过各位，如果这个时候有一个王牌天神站在你面前告诉你说，我现在可以明确的告诉你你明年会怎样，我现在可以明确的告诉你你这辈子会怎样，那请问你想不想知道？我想有些人是想知道的。但如果我今天看一场球赛，在你刚开始看的时候我就告诉你，好，那比数可能会是多少，你会想要知道吗？可能不太会。那你如果今天正要出去看电影，看电影之前呢，朋友就告诉你结局，好，是怎么样，那就雷你，那你会开心吗？也许不会。好，那所以我们面临到不同的决策，我们要去思考决策的成败对自己产生的影响究竟是什么。好，那再来决定你应该要追求什么样的决策内容。好，那
那我们就来看一下决策模式里面。决策模式呢，当然它会有所谓的梦想跟实际。那梦想呢，就是古典的模式。古典模式代表什么意思呢？王子跟公主过着幸福快乐的梦幻境界。那这些梦幻境界代表什么？第一个，告诉我们说，我们在决策之前，那都可以充分掌握资讯，所有的资讯都在你的大脑里面，脑海里。另外第二个，能够准确预测所有的可能情况，所以你所有可能会发生的事情都掌握在你的手上。第三件事情，他认为说决策者可以做出最佳判断，就是神一般的预测，神一般的决策，而且可以强调达到所谓的快、很、准，这样子的决策原则。那而且呢，他非常具有理想性，就是在理想的梦幻境界。可是在务实面，我们发现说，哎呀，不太可能。多数人在做决策的时候，往往会落入一种情况，没错，你会在第一时间做出最佳的选择、最佳的判断，但是呢，第二时间等事情结束之后，也许有的时候我们会庆幸我做的最佳的判断，但是有的时候我们也会怪怪自己，那为什么我当初不做另外一个选择？好，那另外呢，我们来看一下古典模式它的决策的步骤。它决策步骤呢，第一个当然会很清楚的界定目标，会知道组织发展的目标在哪里。另外第二个，非常了解我们有哪几个选项，所有的替代方案，就是你可能可以脑袋瓜里面、脑海里面反复的模拟千百次。好，那另外呢，第三个，我们也可以找到这些所有的选项当中它的利弊得失，它可以带来什么样的好处，你要付出什么样的代价，这个代价究竟值不值得。那并且呢，可以来进行所谓的成本效益的评估，让每一块钱、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口上。因为我们说过，在管理的角度里面，他要的就是时间要浪费在宝贵的事物上，钱要花在刀口上。好，那我们做任何一件事情都要有代价。那并且从里面当中去找到最好的一个选择。翻成白话文，这个古典模式就是，如果可以让你任何时间、人生都有一个往回键。就像在座各位以前有没有玩过一个游戏啊，叫2048。那2048那个游戏呢，它有分两种，一种是可逆的，你可以反悔，可以退一步，弄错了可以退一步；另外一种是不可以退的。那你可以发现说，如果我们现在人生当中，你的遥控器不仅仅可以对准你的电视，你还可以对准你的人生。那这个时候，如果当自己不用担心自己做错决定，当你自己做错的决定产生严重的后果，没关系，你再倒退就可以了。如果假设有这样子一支神奇的遥控器，那你就可以进入到古典模式里面。你一定可以从里面可以模拟千百次，千百次之后呢，找到一个你最能够接受的。那但是在务实面呢，会走入所谓的行政模式。行政模式呢，告诉我们说，任何一个人，没错，我们都认为说，在大海行船当中的船长一定要上知天文，下知地理，无所不知。但是这个只是一个梦幻境界。对任何一个人来讲的话，我们的脑袋瓜，我们所知道的知识都是有限的，那每一个人可以做的决策也都是有限的，所以他强调的是有限度理性的部分。你可以很理性，但是你不可能任何一个人很难达到100%的理性。什么叫100%的理性？不带入任何情感的因素。那当然有的人认为说，一种东西可以做得到，那个叫机器人。当机器人他今天呢，他就做理性的一些判定，他也许会比较接近。那但是呢，另外一个人的智慧跟知识也是有限的，那这个就是 AI 它可以来逐步突破的。你想想看，在当时呢，围棋人类的棋王叫李世凯，但李世凯跟 AlphaGo 他们在挑战 AI 的时候呢，你可以发现怎么可能我们人类的棋王输给 AI， 输了几场还好，最后一场有赢回来。那为什么呢？你可以怪我们的期望吗？当然不行啊。为什么？因为人的一辈子，请问假设你一天24小时你都不要睡觉，那请问你终其一生你可以下几盘棋？但是呢， AlphaGo 他就很特别，他把全世界很多的棋盘，很多的棋步都输入了电脑里面。那所以当他玩过的次数比人类一辈子可以玩的多出好多倍了之后，那当然他获胜的机会就会稍微多一点点。那古典的决策模式里面呢，他强调就是任何事情都能够逢低买进，逢高卖出，因为所有的东西都掌握在你的脑海里面，你是有往回键的。所以如果假设现在呢，有一本或者有一个表格就好了，
有一个表格呢，是全世界任何一个股票市场，任何一档股票，它过去的周期。那这个时候，请问在座各位，如果给你100万，那请问你多久可以创造几个亿出来？我相信不用太久。为什么？因为你在任何一个时间点，你都知道哪一档股票是它的最低点，来到了最高点，你就脱手。那所以可以达到逢低买进，逢高卖出，梦幻境界。可是在现实的生活当中呢，行政模式呢，它只会告诉我们，很多时候我们会找到一个可以接受的点，所以可能不是买在最低点，也不是卖在最高点，但是至少是可以接受的。那接着我们就来谈一谈决策的程序，它有几个主要的步骤呢？第一个，当然要先找出问题，要先发掘问题，因为有些时候如果你错估情势，如果你判别的问题出错了，那可能后续产生的影响都很大。我们举个例子来说，对很多医生来讲，世界各国的医师都一样，其实我们可以很骄傲的是，我们中华民国也好，我们台湾也好，那其实我们的医学在全世界是可以独步的，我们是可以很骄傲的拿出我们的护照。那但是呢，其实对全世界各个国家的医师，他们最担心出现一个问题，如果一开始就误判了你的病况会怎样。那误判了病况之后呢，那因为很多的病症都很雷同，但是他一旦误判了之后呢，可能后续在疗程在投药的部分，那可能就会有错误的投药了，那甚至可能会延误其他正确就医的情况。那所以我们把这个概念，我们常说过管理他做的事情，他是医师，是检察官，他是啄木鸟做的事情。我们一开始要先找出真正问题的纠结点究竟在哪里，那并且也要知道有哪一些是我们可以掌握的机会，因为如果不是我们可以掌握的机会，那为什么要花太多的心思在里面呢？以前我们听过有师长们告诉我们，在面对考试的时候，那面对考试的时候，你只要考试你把你自己可以掌握的掌握住，你录取的机会就很高。那所以我以前呢，我在参加不管大学插班考试或研究所或者是博士班的考试，我通常呢，我都只会带准考证、带文具，还有带矿泉水。好，那很多朋友都会跟我们讲说，哎呀，正峰你怎么这么的没有志气？你都放弃了吗？你在考前多看一下，如果让你多看到一点，多看到一题，就多个几分出来啊，你这样分数就会更好。那我就跟他讲，其实呢，我进去之后那一张考卷，我不要求我自己100分，我可能设定我只要考60分、考70分，所以换句话说呢，我可以有30分、有40分不会的。那我如果在考前看到自己不懂的，看到自己之前没有读的，我会慌。如果进去考试之后，我看到一题不会的，我会慌，或者是一题解很久，我会慌。那所以呢，我就气定神闲，反正我有看过的，我有印象的，我有背起来的，我可以解题的，那个是我可以掌握的机会。那如果我所忽略的，或者我解不太出来的，那个就不是我可以掌握的机会。所以我们常说的一件事情，那就是人生当中，我们只要能够把属于我们自己真正的机会，用自己真正的方法去掌握住，那这样就可以了，不用把自己弄得太忙，不要把自己弄得太累。那当然还有要来评估，我们今天知道问题了，知道机会了，那请问可以怎么做？我常说的一件事情，我拿我自己做例子。那以前呢，我在念硕士班的时候，我看到我现在的太太，就觉得哇，眼睛为之一亮，她就是我的 Miss Right。 那问题是回家照了镜子，回家照了镜子之后，脑袋瓜浮现了三个字，凭什么？因为我是一只野兽，然后她是一个美女，然后要怎么追求呢？那这个时候呢，我就开始来思考，她如果是我的人生目标，那我就来想想，那我应该要说服谁的同意呢？最应该说服的就是我的岳父。就是因为人家常说，全天下的爸爸，多数的爸爸呢，都会在女儿呱呱坠地的一瞬间，牵起女儿的小手，跟她讲说：“牵牵小手，这个叫牵系的牵，将来将被不知名的混蛋给牵走，对吧？”所以，对很多父母亲来讲，女儿是爸爸前辈子的情人。那所以我要怎么说服我现在的太太，她的爸爸就是我的岳父，同意把她女儿的手交给我呢？我就思考，可能有很多的方法，其中我找到了一个，那我何不妨继续取得博士学位。如果取得博士学位，有机会在学校里面任职，那至少每天即使粗茶淡饭，也不用去担心他未来女儿可能在吃饭上会出现的一些问题。
那证明自己的存在感。所以我常说的一件事情，生命会自己寻找出路。那问题是，你找到了你的目标，接下来就去判断有哪一些你的选择空间。当你找到了目标，找到了方案，你就会自动找到那一个动力来源。那接下来我们当然要来评估很多的选择方案，那众多的选择方案当中，那哪一个对自己最好、最省力，可以达到最多的事情？那并且我们在选择、选定了之后执行，执行完了之后回馈跟学习。好，那这个是我们一般策略程序当中的六大步骤。那所以我们就逐步来看一下，我们要来看的是我们的问题在哪里？那问题有的时候问题怎么来做定义？就是你的实际值跟你的预期值之间是不是有落差？只要不一致，就产生了一些问题了。那当然，另外我们要来看待什么样叫做机会。机会就是你可能潜在当中，潜在的结果可能会高出目标的结果。那这个时候就是我们可以掌握的部分了。好，那比如说像有一些集团，他们就是开始发现，我们常听过一个广告台词，告诉我们说“大罐的开盒”。那很多时候你去看，很多消费者可能会去在意我每一个包装，每一个包装平均每100克大概多少钱。会选择一个 CP 值最高的，因为对多数的消费者来讲，不外乎便宜、好吃、大碗 ，CP 值就够高。那所以呢，他们认为说，如果越家庭好，是不是越好？可是有些时候你会发现，有些人他可能一个人过生活，那一个人过生活，我买家庭号，那我空间也没那么大，而且我买回去之后可能也不好摆。那另外呢，有的人可能纯粹只是嘴馋。那嘴馋呢，我去买东西，我去买家庭号，可是家庭号的洋芋片我吃不完，那吃不完摆着、哦、可能坏掉浪费，那为了怕它会浪费掉，又让自己的脂肪快速的提高。那所以呢，其实很多的企业他们就会推出小包装、哦、经济包、哦、那这样子可能让人家解解嘴馋，或者是当你有需要的时候，那就可以满足这样子的市场。好、哦、然后另外呢，我们在思考替代方案的时候，那这个时候可能就是由成员们那共同来参与。那当然有的时候你一个人可以做决定，或者是你的核心幕僚来做决定，但是集结众人的智慧，其实创造出来不会更差。所以我们常看到一件事情，网友非常有才。为什么？因为现在很多人所谓的集众智慧，集众智慧呢，他可能会在网络上抛出一个问题，就很多的网友去解答，你会开始发现每一个人有不同的角度去看待同样一件事情。那这样提出来，有一些网友哇，他真的是很有才华。那接着我们在评估我们替代方案的时候呢，当然就要来看看每一个方案它的优缺点在哪里，因为对任何一个人来讲也都一样。其实我们以前常会听过有长辈告诉我们说，如果你对你的外观有什么不满意的地方，如果你对于你这个人有什么不满意的地方，不用太担心，因为虽然我们没有别人的有钱，我们没有别人的帅气或美丽，但是呢，上帝总是给我们一样的窗户跟门。那所以我们要去找到属于我们自己可以发展的部分，那个就是我们相对的特点的部分。那另外呢，当然还有所谓的风险跟不确定性，这个前面有跟各位提到了。那另外呢，当然有些时候，如果小规模的电脑制造公司，他们这个时候可能有引进新电脑它的一个机会，可是因为他要导入新的科技、新的电脑，可是他要思考的是他的资金能不能快速到位。因为你会发现，任何一部车子，再厉害的车子，在高速公路跑到一半，车子油箱如果没有油，车子再厉害的车子也动不了。好，那所以任何政策的推动，你如果资金没有办法有效的到位的话，那可能就会有问题。所以呢，这个时候可能就要去仔细的去评估，资金没到位怎么办？有没有资金的后续的来源？所以是不是可以导入有一些金主，或者是我们把我们的技术转由其他的资金充裕、相对充裕的企业来做发展。那另外呢，我们在选择的过程里面，当然选择有很多的准则，每一个人心中都有一些尺。就像在座各位生活当中我们做了一些选择，你当初怎么买到这部车子的？可能有的人要外观，有的人要性能，有的人要内装，那有的人呢可能要品牌，有的人可能要价格。好，那所以我们在选择方案当中，我们会评断了第一个优点越多越好，那风险跟不确定性越小越好。好，那当然很多时候我们在面对风险这件事情，我们常会发现到一件事情，富贵险中求。如果风险越低，大家都进来，那大家都进来之后，你想想看，100亿分给100个人，一个人拿到是1亿。好，那如果100亿分给一个人，自己拿到了就是100亿。好，那所以我们面对风险，风险态度呢，它有三种，一种风险喜好者。
那风险喜好者呢，他就是追求卓越。他一样，我们前面有跟各位提过，像我们生活周遭当中有一些朋友，他觉得说他宁可轰轰烈烈一分钟，也不要庸庸碌碌一辈子，所以呢他积极努力的去创业。他觉得说念书也许会影响到他赚钱他创业的机会，因为他创业他是要造福更多的人。所以你可以发现很多厉害的企业家，他们可能觉得大学念书当中他也许会耽误他更多，所以他们可能没有大学的学历。那另外呢，当然有些人他是风险的趋避者。那风险的趋避者呢，我这个时候觉得说我只要稳定就好，那稳定就好，那所以呢我不喜欢风险，我喜欢笃定的。好，那另外当然还有第三种人，就是介于这两者当中的风险中立者。但是呢，其实在以前有一个展望理论 Perspective Theory， 他告诉我们说人的风险态度会随着时间而改变。你想想看，我们把很多的成功的伟人拿出来，他年轻的时候敢拼敢冲，一天只睡一个小时，创造很多的个人的经济奇迹。但是等到他经过了一段时间之后，他风险态度他会做扭转，他做扭转之后，他反而变成是稳定中求发展，保本比较重要。那另外呢，我们当然要来看看我们在执行的过程里面，所有的成效的关键来自于我们实际上做到了多少，我们的执行力。因为有的时候计划很好，梦想很好，可是有的时候呢，你可能三分钟热度，那可能就会导致没有办法获取那一个美丽的成果。那并且呢也要执行所谓的定期的追踪，因为好不好，当然在过程里面都能够仔细的看是不是有出现偏差，因为有的时候呢失之毫厘可能就差之千里。那并且呢要能够要求员工对自己负责，还要对上司同事跟客户来负责。因为要对这个来负责，其实发自内心，我们究竟是需要别人来监督我们，还是你自己本身就可以做得到。那另外呢，当然我们还有所谓的回馈跟学习的部分，经一事可以长一智，我们不怕失败，但是要从挫折当中打断筋骨，反而更强壮。那另外呢，我们进入到所谓的群体，很多人认为说大家一起想大家一起说，那多数的臭皮匠集结起来也会创造诸葛亮的效果。但是呢，多数人他也会面临到一些问题，就是第一个效率好不好，第二个大家有自己的看法，那可能你要决定事情呢，就是可能需要很多很长的一段时间。所以我们先来看一下群体决策它的好处。第一个，可以由不同的角度看待这个世界，所以瞎子摸象，越多人说出他对大象的观点，我们更能够清楚大象长什么样子。那另外呢，当然它可以创造一些知识库，大家写一点，大家写一点，那未来参考的资料会比较多。第三个，越多人能够接受，它的合理的空间就会比较大，但是它会面临到缺点，有的时候没办法达成共识，大家吵成一团。那另外可能会效率会低了一点，还有最大的一个问题，有的时候容易因为这样子而丧失了最佳的选择方案，就产生了 grouping 群体迷失。那接着呢，我们就来看一下一般群体决策它的问题解决的技巧。当然第一个可能透过参与式的管理、公开讨论、脑力激荡等等，这个都是可以的。或者是呢，我们就找来专家会议、德非法，那甚至呢透过电脑来协助。那当然我们在其中呢，有的人常会认为说，那我们要透过什么样的电脑系统来加以支持呢？当然有包含资料库的管理系统，还有所谓的模型库的管理系统。那当然很多时候我们常说的一件事情，结果导向。那什么叫结果导向？有的时候东西好不好，做得好不好，那在于说最后产生的成效究竟有没有符合大家的期待。所以让大家一起来参与，当然大家可以发表意见，那但是呢，有些时候如果你自己就可以掌握，而且定海神针，你明明知道这个就是对的，那而且你对自己有信心，大家也信任你，那其实这样产生的效果也不错。那德非法里面呢，特别要强调的是，这里面不仅仅只是组织的成员，还有所谓的产官学研，他可能集结很多的一些专家来进行探讨。以上呢，大概就是我们今天跟各位分享的内容，那希望你会喜欢，我们下次再见面，谢谢各位。